你好哩，你好哩，智库，你嘛是有位智库出来。新闻交通，新闻哦，这左冠廷是新闻啊，鹿晗秀文化，王义川交通，环保局长洪振中啊，哦，确定了哦，对啦，观光局长陈胜山呐、啊，安尼啦，嘿，加新闻文化交通环保，交通文化，洪振中是环保，啊，洪振中是什么呀？曾担任台合并前台南市副市长啊，目前在大学教书啦。那市府第一大局建设局，建设局是黄玉林啊，可能是黄玉林智库啊，一定记住啊，是啊。鹿晗秀是。哦，这个会卡真好笑。王振中一单元过亿嘞，吼、哦。环保署空保处长，领政府实在这话，这是观光局。刘耀华不接任嘞。嘛是好，这老实讲，气不一定较好。真的吼、哦。他在外面讲话才有分量。啊，无伊个副市长啥？无紧啊，副市长个，伊个方选功能去分配。你讲个无啥？哎呀，无紧，今天咱讲都拿出来，无紧。就是，哎，耳机，我没耳机。我戴还要听，我得看。好，要听，对。我戴要听耳机，就快点。今晚要不是还开错了。开错了
今天在时间十二点过十一分，所有乡亲是大朋友大英安，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快乐联播网，在咱大台中地区 FM 89.5新闻台卡，我是余生，空中电话收听的朋友来追捧啊，陪伴你找到，陪伴你休困的时间，今天是礼拜一了，那么非常欢迎咱这些乡亲好朋友来珍惜收听到的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余生非常欢迎来收听的朋友邀请到的几位特别来宾，唔知道余生应该叫伊哦，那么是神低还是神干啦吼？那么实在是太准的啦吼！所以呢，今天伊再次邀请到的张启宗张医师来过来，带来这部当中，跟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位来分享。那么呢，身体真好，你好呢吼，包括着即马吼，咱的上新的这个名单嘛出来啊。那么利用市场林家良的哦，这个小内阁的名单，啊，佮有呢，有小相关一寡这个议题，咱共同做位邀请的张启宗张医师，跟上天台中朋友共同做位来讨论哦。那么我们欢迎来收听两朋友哦，你当得个来参悟。那么现场可以转上二二六三空三九。六七一一六五一一七一二二六一二七一哦，首先我今欢迎到咱张医师甲空中好朋友亲爱们好，张医师你好。哎，医生好，空中好朋友，咱的台湾国乡亲大家好。是，那么你好，张医师吼，你都要少谢嘞，这是为了张哦，那为着这个国家吼，国家吼这个领块哩在咧拼啦吼，所以呢吼，哦，这一阵吼，那么非常要紧的吼，大家拢在咧拼讲，啊，拼是不是当吼，伫这个过年前赶紧吼，那么当吼回来厝吼，那么嘞保外就医啦，还是讲吼，那么无做个开销，啊，那么当吼回来温暖的厝食顿啊吼，诶，这个过年的团圆饭对不？是啊，是啊。咱也知影吼，阿扁啊，实在是向林地较有春，所以即个当选的即个新任的县市长，拢总啊伫遐发声，叫马英九一定爱用人道哦，即、這個、医疗人权、甲司法的人权放阿扁啊，哦，大家要伫最近发动作势，譬如讲卢秀莲副总统，哦，拄啊人权日十二月初十迄天，嘛是以前卢秀莲伫高雄美丽岛事件，伊徛伫。迄、那个宣传车顶头，吼、哦，向几万人伫遐演讲，啊，伫遐向阵总指挥是用着、嗯，但是这个二十通会的卢秀莲参与政治第一关都是向官员，啊，后来虽然变换以后做足侪拢第一名哦，大拢着，啊，做个副总统嘛着，这次伊要领导人去遐呛声叫阿扁来出，那无。十二月二十，圣诞夜就会开始绝食。哎，我刚刚讲哦，绝食是上歹的啊，这种的哦，你会暴瘦。但是我刚刚讲哦，行到这步，敢讲哦，即个马英九总统要看到吼，咱这人民然后一天下干吼，咱讲天子脚下的人民，然后竟然在用着这個绝食的方式，跟政府来对峙啊！我刚刚讲哦，刚有需要行到这一步啦吼。那么预算嘛，非常的欢喜啦，嘛非常的感慨啦吼。然后这个国际林宽林直接二二八吼，这個。纪念公园对东风公园家哈，那么真受着咱真侪啊，咱听众朋友包括着玉嫂，都到一个足侪哦，玉嫂来听友诶，那么来到一个现场，甲恁讲足侪哈，无卖感谢，感谢再感谢啦哈。但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即个代志嘛，要甲张医师报告嘛，要甲咱一个乡亲报告啦哈、嗯。那么咱节目话久一点哦，在咱节目当中啦，咱呼吁诶哈，那么有真侪咱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去新竹北啊遐啦哈，讲到着即个进前吼选举的时阵呐，那有公告的这个阿扁阿扁阿扁，那大家要关心阿扁啊哦。那我吼看到这个阿扁啊，这个机啊，那么来斗算的也是讲吼公告的这个阿扁啊议题，那么来吼来看到选票也好啦吼。但是这个有跟邀请，那个然后记者的吼魏明谷县长啊吼，这一届吼嘛有特别来个邀请啦吼。阿姨如果无答应吼，那么应该是袂能入到吼这个今仔日吼这个地数的名单当中啦吼，啊就是。大意应该就是会来嘛吼，那么主办单位也就这个名吼写起哩，但是伊还是时间到啊，无出现啦吼，啊我无出现嘛，无敲电话主办单位啦吼，啊大家拢伫咧听候吼，那么魏明谷魏县长啦吼，一直到活动结束，伊还是无看到魏县长，所以呢吼，因上届重要吼，那么呢要叫阿扁吼，即个接狗笼仪式啦，要赢吼，就卖叫吼，那么即个接狗笼仪式的有吼，真侪咱本土社团吼，那么咱即个叫空白的啦吼，还有之声协会啦，等等只吼，咱个贤达吼，贤达。
那么叫了这回来完成啦。但是我较遗憾的是讲，反正进前吼，伫咧节目当中，甚至讲新作白啊节目当中，咱都是听众朋友哦，打电话去呼吁啦哈。那么伊毋是有出来讲吼，回事咧讲，伊毋是无要叫阿扁啊，伊是听中央的哦、喔、这個、意见。那么中央嘛讲啊，我毋是无要叫阿扁，我有啊。那么你嘛不记者会讲有，那安尼为什么第二天吼、喔、你的动作无做出来？到底你的记者会是开真啊假？我就想欲吼邀请咱所有听众朋友继续来请教一下新作白啊哈。那么伫咧你要请教着新作白，叫新作白啊哈，去替吼咱所有听众朋友来请教着吼这个为民鼓哈，为现场时阵吼，那么拜托诶，替预算吼团结一句话吼，新作白啊哈，叫你吼这个咱个新科议员，然后那么咧吼来动算联姻啦，感谢你啦哈，因为可能有预算人为言轻啦哈，让他无吼。听袂记袂我的声音，先做变较有分量啦吼。但是我刚刚讲叫阿扁啊，唔是讲干咱咱电台责任啦，好嘛？唔是政治人物，这唔是咱听这边话，这是全民的这个共识啊啦。因为伊即摆关的唔是阿扁啊个人啦吼，是关啊咱整个这台湾人民啊啦。我刚刚讲安尼关到即摆已经哦无天无理啊，对无在意思。对，所以先做变啊吼，伊嘛答应，这个礼拜日咯，伊要来台中驾到头前，是啊，丁书底下做主力，两点开始。要阁请股票当选，伊阁抽着台因的高阳第一号的，好，嘿，边啊抽都袂遐准啊，但是吼、哦，上天有理啦，伊拢来教阮公益行动教会，是，一个基督教会内底有一个高团师傅，是，而且替阿扁伸冤，你看，咱咧救人无分宗教，无、分哪里，无分黑白，大家拢要救，啊，既然有人敢无救，我咧讲一个真要紧的消息，李文忠在查偌济。实在也贵呢，就是伊啊，以前甲阿扁啊，修理到功夫啦。即个人拢是哦，实在讲个，加较足假啦吼。啊，结果咧，咱九方爸爸安排去见咧，去甲大龙江个内底，已经要入伊个头前哦。伊个车搞讲他门架了，看到九方爸爸啊，叫死人来甲拍咧。我他门架来共想走。哈，我就甲大龙绝对袂。九方爸是1951年九月初八吼，迄天。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纪念日，迄天的意思就是台湾已经变作一个吼，形式上独立自主的国家嘛，因为联合国已经甲台湾。那有台湾美国啊，啊，叫讲把这些人有是为台湾建国咧拍拼。啊，你以前你人做唔对，哦，你有做新潮流，但是即马，何你有机会呢？伊伫迄个时候，阮伫啊咧甲做算的干部会议内底，嘛有叫因夫人吼、哦、来讲，你以前爱叫李文忠。去甲阿扁啊，回去吃嘞。结果，刚才到门口，阿公他们开嘞，阁关嘞，阿就要失去这个机会。所以真侪人拢故意袂去投。你看安尼，我无才。是啊。所以拜托魏明古，听好，你爱跟表态，那无后来你。人会甲你唾弃哦。是啊，所以我相信吼，咱一个相亲时代好比如吼，咱的二二六三空三九七吼，那么咱的二二六五一二七一，咱所有刷电听众朋友都了支持哦，预算的直播一句话，我嘛希望讲你当退预算吼，那么卡一头啊电话吼，那么伫下晡3点到5点的时间，那么一定吼爱甲咱的新竹贝阿讲吼，预算的欢呼甲交代。拜托新竹北啊，好，那么拜托吼，咱新竹北吼，替玉霜吼，那么甲张启忠医师来传达到这些话，一句话，这是真重要，拜托你，拜托咱所有听众朋友啦，哈。那么除了这之外呢，哈，玉霜嘛，要甲咱所有听众朋友公告着，那么公告着这选举啦，我今天要讲吼，拄仔我有讲着，唔单是身体，也是身高来形容伊咧。啊，迄啰，张医师，无迄款代志啦，迄款就是讲，咱用数据来分析啦。是，你会记，像从我拢讲，大概爱是。请问读书的目的要创啥？读书不是要做大官，不是要做大生意，嘛不是要哦讲安尼，哦安尼变做一个什么破啊？就安尼老庄哲学，装可爱，装无辜，装遗忘，装看报纸才知道，装到现在被人家唾弃。是，你想想，今天台中吴志强的会哦，能供他出来选党主席，是，说要打倒马英九了。哎、欸，国民党完呢，今天东坡来这边搞。马英九打倒，啊，这都有昌起、啊。哦，很实在哦，所以你有知影讲吼，咱莫相信什么大家吼安尼台北来，一定要相信数据。是，你知影科比也赢，就是遐少年呢。哦，对。用大数据，对，大数据就是统计学。嗯，哦，像我以前咧读博士的时阵，拢总爱把所有的你的命题，用数据来解释。对。P 小于多少，然后这个就是被承认。啊，那大于多少，当然都不好。啊，这个呢？这个科技应用了足成的，咱台中某些人，
亲像咱听咱电话台这听友，直接用配票，对啊，用数学的理论配甲水水水，你个看，我大家拢掉，拢过啊。而且过到好，你会惊到。所以呢，迄东西吼，你伫咱的直播间中吼，讲吼爱配票的时阵吼，咱的张医师跟去用误解，所以你承受真大这个压力，对无？对，我叫用骂，但是我知影讲，因真正选了真紧张啦。事实上，我拢甲算过，你三个票，阮东南区，你甲加起来除以三，大家拢过。嗯。啊，你若卖，大家见过，将来大家个好朋友。嗯。啊，你若见过就是后盖选举，你拢互相心结，是，真的不好。是。哦。政治的路爱路行路远，我想学到黄国书伊，吼伊替蒋兆国，暗时啊替伊吹票呢。对，电话收到简讯，对，伊是家己出来咧替蒋兆国吹票，吹到尾啊，伊才减伊四千几票，但是照常的贵嘛。对，我即款的心怀，他以后要做什么？哦，海陆天空，足水的，足水的。是啊，所以哦，即马东南区甚至讲吼，其他哦，有听到哦，咱这张启中医师的话哦，有参与到这个配票，那么同齐拢起立的，咱这好朋友哦，我们在这议员那么刷落来，那么翻过头哦，我们在来有甲张医师讲一下隧道下无？没，我讲要紧的是因来改变心态，改变心态，因为选举是一时的嘛，是，信要爱个算的，是，迄个时阵愈歹算。啊，咱要安怎好向村？哦，因向村，我说吼，因我说绝地回生啦吼，硬拼的中国党。嗯，你看看呀，嘛是要靠地线，靠咱的栽培，读册无着，绝对不是要做大官啦。嗯、但是要分析代志，所以这个科批也总干事姚立明是教授嘛，高雄人都一贯臭脾气啦，一都分析出来都明明对是八十万票，我叫我们每家的死吼，再给。谦虚一点，是是八十五，对哦，啊，这款物件不是硬拗的，那是架构在我们学习的知识上，所以大家吼爱看较远，行较远的路，是哦，希望国过来什么代志，你搞好一个真正确学术单位，替你研究，替你来铺陈，我相信安尼开赢。所以呢，好，咱伫这个开票进程的吼，这两个礼拜一当成功吼，咱的节目吼当中吼，伫咧以前这社畜当中。真是吼，包括咱这个是上准的呢吼，开票开出来吼，上符合的这个现状的哦。我阿哥我黄医生，对啊，我系东南区吼，加起来转去，呀，又输胡志强票去，所有区拢输完，我第一关过，阿哥来，我带迄个票箱啊，我迄票箱啊投出来，吴志强161，啊林佳龙。360，哦，等于两倍较低啦，两倍啊，两倍较低啦，以前阮迄是公教区呢，台中家乡啦吼，啊什么，迄个说警察局啦，拢伫遐。我刚感觉足奇怪哦，我去投票时，路会拄到即公教人员，包括退休的警察，甲现场的警察，我看到我阿公面就笑出来。我阿会投票，啊闹者警察对咱笑，以前都足严肃的吼，我这三观啦，以前人拢听啦。哦，我拢听你的节目。就即天，那这个，你看咱的节目，包括影响到阮东南区三个人的票，因有还是有家己，但是无听因三个，等到伫咱电台听到的人，会照咱的分配，安尼拢赢。哦，你看科比唔是安尼，以前沈富雄医师是不是安尼？安尼在研究啦。哦，所以我坚持一定爱大数据。所以你东西在节目当中吼，那么提出了这个配票分票这个讲法了吼，哦，恁在电台节目当中吼，都直接听了朋友讲讲的，哦，无赶快去，你看我，无赶快去的声音呢，真认真了，我们继续邀请到咱张医师来回想啊，那么这几处，那么你吼，立委的补选部分，立委的补选部分，你的看法呢？立委的补选实在是，上好了吼，嘛是一个通过这个。因私下的民意调查，民进党家己爱去办，啊，唔好过用公开。你若公开，佮大家去叫相对，哦，几点伫度？啊，叫查某囡仔声较少年吼，然后加成。我讲即款的做弊，大家拢会晓做。是，所以卖互人有这个机会，请因家己吼，两个 agree， 还是三个、四个，同意了嘛是用这个客观的民调，卖佮拍架呢，安尼新人才会甲恁准调。啊，不过伊讲即个是只精雕诶。嗯，无，因有讲啊，我有听到民选有讲。阿哥，因为民头有可能要出来，哦，阿黄国书嘛讲，民头要出来对。对，哎，因这两个至少这两个代表性的吼，啊，拢讲要遵照党的做法，要增加嘛好，哎呀，增加一定要有数据嘛，迄个数据就我所有的输害民调，输害民调，用这某个用去公开民调，因为公开民调做表，啊，佮拍拍感情，啊，大家要服输，有相就有相，哦，啊，某讲到时讲哦，安尼。
安尼唔好，后来你嘛是佫变做散沙，啊，像说人中国当足简单就甲你食去啊。嗯嗯嗯，所以呢，真侪咱听众朋友拢足侪无敢看这个声音啦，吼，那么。所以这个声音的部分包括着吼，希望讲，那么国术不容易哦，在这个社区当中会当可以下着这个能力。那么呢，伊拢希望讲国术会当继续来留任。那么呢，哦，从这个社区做好完了呢哦，水亏来挣吼，诶，这个诶资金的这个位，啊，各有吼无赶快这个声音啦吼。那么这里啊济，那么我们怎样？那么咱嘞张理事长、张医师，你是安怎来解读？那我吼想。推荐的人是像那种，拍摄大家摸跌破眼镜，张文英。张文英，因为张文英市长吼，一直业绩来做了上好。嗯，你迄时阵甲咱这個柳川、绿川边啊遐违章拢拆了，向美甲要死，嗰是因家己东来人家己错改掉。但是做个较好，像那蔡明显因清掉流，迄款势力硬甲因来，后台中不得不来做一个初选。嗯，还是初选，哇，张文英输去，输去了伊当然唔甘愿。嗯，做啊好，佫无瑕疵的市场，你是安要甲害？所以这中间，咱天龙讲新调理的做法吼，是啦，真牛，阿妈真厉害，但是我无赞成。哦，你安尼吼，阮只个，阮唔是民进党员的，但是阮毕竟民进党国家民进党人看袂落，所以李文忠即个失败，实在要检讨。啊，伊个 Michael 虽然赢哦，伊个票嘛足悬哦，蔡明宪票悬甲我两个投开赢，两个分开杀输。无老早咱都已经接近偌久啊，没有让这个 BRT 变形的 MRT 底下哩受害。我即几工出去行看卖啊，算钱算好拢赶快塞车，塞到我车入煞唔知要对倒弯。甚至即摆如海无进货状态，迄算是乱七八糟啦吼。真侪赛会咱即下在咧收啊，但即摆加两下遐人吼赛会，唔知咱收了未？真大问题啦吼。等于讲对这名单来讲，人迄边沈智慧也要出来啦，啊以前迄个黄义佳也要出来啦，还有王秋冬，嘿，哦，洪家宏，哇，按洪家宏才去盖吼，是，现在真歹运，非常之，是做了上好的过年冬晚，一个人高票算，我把这一叫弯笑啦，啊，不然你这样拿落来算，赢如贼如虎，对，然后赢两三周来算，啊，咱当推这个，一定对，是，因为票就是这样嘛，咱把这票都一定啊，是，所以咱绝对无人过年乱，可以两三个以上，哦，安尼算出来就算你啦，是，所以。不过本年啊，伊干那艺术工啊，伊无意愿，伊无意愿，足无彩啦，无使伊个能力吼，啊，伊迄款迄款见世面的，啊，佫有使辅导台中市新市长的，那是加成的，啊，唔知影你难听，我都当然有没有办法。啊，佮补选吼，要甲咱庙公告着，唔是四任嘛，唔是四当哦，是干那一当的啦。对对对对，我特别要注意吼，干那一当唔是吼做四当，伊嘛是赶快吼，到这2016时阵，佮总统在吼重新佮做会，佮再选一遍。对。干那一当俩，所以呢，有足侪人吼，唔只底下吼，讲国书吼，为着吼这四这届吼，可能好不容易当选着这议员，那么议员咱做四当，那么就后面再四当来做这一当，安尼敢会好？那国书的部分我嘛无赞成啦，不过伊是唔敢讲一定袂啦，哦，伊昨在我边啊特别讲遵照党中央，啊，我甲党中央讲，台中市的党中央啦吼，啊，甲全国党中央拢好，听我讲啦，我唔是。比如说恁民进党员，所以我来甲恁建言吼，请你莫叫国书啊出来，因为一定爱讲四金做满，而且伊的风评较好，你也可以出来吼，可能感觉讲啊，你做了就无去啊，啊，来个病，迄真辛苦呢，啊，卖伊啦，啊，其他人你安怎去协调？我都无意见。而且吼，咱这个小厝好不容易，二七甲二八差一些咧。咱现在如果吼，搁加设一位啊、两位啊来，咱就过半啦吼。所以呢，我电台做当天，我嘛做过吼几啊，差不多一礼拜这个民调啦吼。所有的吼，咱听众朋友共同的一致性的这个看法，就希望吼国书继续来留音啦。对对对对。所以希望讲这些人买单，拜托咱张启忠张医师哦，那么感恩吼，这个民进党的中央吼来做建言啦吼。那么咱即摆等一下问题，咱做当天吼，加收听。来公告掉这个林嘉玲哦，已经买新市长吼，这个小内阁，这个内阁名单，那今麦开放了，这个很牛的口音吼，来收听，那没有叫人做回来跟张启忠张医师来开讲，已经吼真久的时话，这个时间无跟张医师来开讲啊，就这个还有一些的时间吼到今麦吼，那么迄东西哦，拢是暗时啊啦，吼，袂啊嘛一个时间，那么今仔日真难得，好，今仔日节目当中。欢迎来收听的朋友，22639722571，欢迎来收听的听众朋友哦。来，你好，收听看22659722571。来问一个很实际的关键。是。
感谢到吼，咱的列先生。那么咧，伊讲吼，如果无合要无啊，歹势，我电话甲伊挂掉。伊讲吼，无国师吼，嘛无好名号的话，要从吾尔开始啦。吼，来，伊记得我扣三九七，记得我一二七一。歹势，头拄只电话伊说无丢地，甲你挂掉啊。伊记得我扣三九七，甲记得我一二七一。你好。啊，是。啊，大家你好。哎，你好。嗨、oh. 啊咱当时安尼诶啊我们家毕竟迄个啊王公是啊你家公司我甲你讲你有移动的进度干是应该是啊今仔日王公司啊咱一直好朋友哩甲伊讲上去啦啊即个时间啊袂当来来去去去去啦谢谢。这我讲的，家良兄吼，咱台中去见阿扁的特见，拢总一排。是。伊虽然足无闲，中间伊嘛伫阿扁拄啊，开迄、那个合作声大吼，讲话安尼会去合作睡眠中止症第二处置，嘿，啊开了第二天伊就去见阿扁啊，啊出来是看阿扁啊，甲我讲讲，嚯，像是新竹兄嘛伫遐，看阿扁啊，啉者茶酒，醉酒对皮啊装出来。吓，这个啦！伊、毋是医生啊，阮知影讲有可能安尼，因为甲开药较袂呼吸中止，所以有家庭遐有隆重的关心，虽然伊无足安尼讲吼，啊那是，嘿，但是这点你莫烦恼，啊，伊的关心，这我听好挂保证的吼、所以你也莫甲误会吼。感谢，来二一六三九三九七，你好。哎、欸，你好。你好。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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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能改对对
对。对。是。对。对对对。对。是，这是客观了。对。嗯。对。感谢，谢谢22630972225121，感谢。你好，新闻台看。哎。你好，侯叔。你知道我吗？侯叔，高姐啊，你好。是23630972225121。那么等下在咱的线顶吼，医生来要甲吼咱的张启忠张医师共同做伙来讨论着咱这家长吼。那么目前有公布第一波这小内阁名单，所以呢吼，针对着吼这咱今天的这议题，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来多加利用。你好，新闻大咖。哎，你好。是。伊伊这吼免烦恼啦，因为即马吼交通大学土木系教授吼，兼台湾地科执行长黄玉林、要来做咱的建设局长。是啊，伊的看法甲迄个做报派的副市长刘亚华，报派爱讲白啦吼、但是因的看法都发都甲台中的人口甲主题会变变，所以听友你放心，即马伫嘉良手内会甲遮创下就好。是，咱即马接最后一个电话来，你好，新闻台看，嗨。谢谢，
好，来，那么短时间后尾吼，请请诶，咱诶张启忠张医师跟收听朋友吼来公布着家良诶小内阁名单。那么呢，等下有时间再来讨论来。哦，咱看到建设局依然是交通大学诶土木系教授吼，啊，个地科诶主任，啊，我想这毋庸置疑啦吼。啊，那是陆涵秀，哦，伊是已经早前退下兵啊，所有的竞选歌一半拢一下，啊，伊办的迄款文化总会，哦，我真是文化总会，我想说嘛，个含干边啊底下吼，拢替招足侪江苏啦吼，底下建设咱真正文化内在，因为咱别使干啊，诶，老做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做个足水啊，做新闻局长哦，弄一下 announce， 哦，啊，背来背背干蝴蝶，我咧讲迄还是老百姓，就是陆涵秀。伊说王啦吼，伊真正有法度做的是伊在落实啊。嗯，哦，啊，即嘛，伊新闻局长是即个左冠廷，哎，左冠廷伊也贴身幕僚吼。二十八岁上少年呢，哦，你看，哎，少年出来啦，这对呢。你看少年出来，你有看到啊？即个学运吼，太阳花也好啦吼，啊，即个啊，王仲秋，哎，洪仲秋，洪仲秋，黄世武，哎，因啊，股长嘛，伫咱迄个二八。对，一两公分出来吼，底下带来只少年呢，啊，加只少年律师，嗯，你无得想象，伊也跳足水眼舞呢，哇，啊，这拢都是年轻，啊，年轻他们就有一个新的思维，未叫咱家 LKK 的想法偏激吼，啊，因的做法必然较落实，啊，发到即个老师讲赢吼，是年轻好难赢，对，爱记哦，唔是咱 LKK 赢，咱只有做基本盘，嘛唔是讲民进党家己赢 ，No， 完全拢是。我咧讲有迄个时候黄仲秋的灵魂，是，过来就是林义雄的决心，是，啊三一八的血运，嗯，佮加上阿扁啊替咱派势入去，关键降到迄款的，你看阿扁啊台湾中国一边一个80%拢掉，对，所以即款的力量，喏，加上咱只 LKK 佮杀，啊佮看到遐囡仔对捷运出来，嗯，迄个连迄个做哈，迄个主持节目人，迄个做，迄个靠啊，郑弘毅啦，你哽咽考虑，咱讲伊看到国家。少年人拢出来，啊，丈夫嘛爱担保，来啊看病的人讲，丈夫较紧的啦，我三点你甲我看，我待过一点钟，跳倒来转去南投嘞，哦，连迄款南投伊嘛要转去投啊，即款的人来愈侪吼，甲变啊啥物叫中枪，迄个感觉，拢会甲我吹，我听到你吹的时候，我看到捷运遐侪少年人出来，啊，赢落来，是吼，真欢喜。等下有遐客客了，你就好找钱买付啊。虽然我有讲到咧吼，这个观光局长吼，伊嘛是这个台南吼前的副市长洪振，唔是啊，这个环保局长啊洪振中吼，这嘛是拢是真有经验的人啊。讲到咧，这个观光局长是陈胜山，好，陈胜山，这是诶，他做过华信呢，嗯，啊，过高雄的轮船公司的当属呢，嗯，高雄市的迄观光局长的，哦，啊，过不伫迄个时候科技大学来在做教授吼，是，我讲。伊拢会晓对迄个做啊赖清德遐啊甲陈菊遐好诶，新意是吧？哦，水。因为柯P嘛，你叫啊，柯P叫一个吼，即个台南市副市长啊，对啦，柯文清啊，好诶，互人用。哎呀，郑文清啊，所以咱这边嘛，互人叫一个啊。赞。是，所以呢，吼，咱即摆讲到着哦，即个家庭用即个局势当中，这是哦第一步哦，即个给第一公布吼出来，即个部分小内阁名单啦吼，就是重视着即个学术吼，加一寡吼，即个针对着伊未来吼要做即个政策诶白皮书方面咯。会当吼彻底来执行诶部分啦吼，那么有一个建议的，伊说嘛要继续来请教着吼，咱咧张启忠张医师哦，较务实面的部分啦吼，伊诶政策排比数哦真好真侪，包括着伊即个公车十公里免费啦，文化台中啦，也是讲到着伊即个海陆双星计划，然后即个海陆毋就双港计划等等。那么呢吼，即拢是未来吼，然后包括着即个观光局长啦，也是讲吼即个文化局长，也是讲吼即个交通局长，因出自因诶哦即个。文化政见之手啊，是讲伊个即个交通哦，即个政策之手，吼，即个伊拢伊写出来嘛，吼。那安尼新双吼，要来讲到者，即拢是未来，因要推达个，未来要推啥推动诶。但是现主席，你拄我讲诶哦，欧志强所留落来吼，即个市政诶哦，即个西部边乱来处理，比如讲咧，大安妈祖文化园区，比如讲吼，诶，即个人观光缆车，吼。啊，佮刷来干事情吼，嘉良去十二月二十五号，那么呢吼，交接完，啊，你着马上吼要来办灯会啊，啊是讲吼要来跨年啊，那么这观光方面这个议题，啊，那么要来处理，
所以我刚刚想马上有真侪这棘手的代志了，包括着这个局长、吼交通局长。那么伊明年这捷运，那么呢补助款中央无甲补助款落落来话，你咩四地征收，你无法度四地征收话，你捷运就无法度动工，你捷运就无法度动工的话，你根本就无法度吼来预测讲你当时要通车。未来这边讲，我讲，因为嘉良向主嘛答应好的政见，伊继续是哦，比如讲人讲八公里，人伊就十公里，是而且十公里佫未了钱，啊人真赚，互你看是秘书长即款的精神来做吼，无、问题。啊，佫伊真有一个足好的智库，就是刘耀华教授，刘耀教授，啊佫加上即卖建设局拢总是遮人才嘛，是因就去思考未来。你免烦恼，因为好的咱提起用，啊，当然爱开听证会，以前国际上吼，听证会是安尼，比如讲，爱开羽毛开哦，啊，且叫伊的亲信吼，好朋友五个，啊，到达的吼，啊，五个来去三个。哦，甲你讲投票过三比二，啊，就使通过。啊，拢用伫遐下晡时间啊，拢你上。只有遐毋是听证会啦，听证会你也共 announce 未真过公布，互足侪乡亲拢来参加，包括即个哦议员啥物会，安尼先大家来讨论出来，迄种诶啊照办。是。哦，啊以前毋是，因为以前拢头一步，所以即个头一步爱甲破破。是。啊，我拢无烦恼，伊即个啥物吼，马水园区佫做袂，伊啊，遐阵啊，伊是要争取遐票，结果红。红黑拢烧饼，拍甲拢输了了嘛，无一个成功嘛。我刚才单票票，因早间就出来拢拍甲见骨。啊，够因嘞，小弟啊，伤心啊，伤心，嘿，拢甲你讲，迄就是人的私心嘛。啊，拜托嘉良，因的团队一定爱无私心，是，或者系公正人士吼，较侪人，你统计下的成功，就是迄个 sample， 是，迄个基础爱做，是，你基础若做，就是大数据啦，是，大数据的结论。结论就是咱人民的结论，绝对唔好用迄贵遐吼，家己的人人人诶，迄都唔对。是，所以呢，我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们做我来参与，因为嘉玲讲到着移动算是真的要做全面的市场啦。那么，即希望咱所有听众朋友共同做伙，阿么多家来参加。那么，因为即时间的关系，咱张启忠张医师哦，拢要跟咱所有听众朋友啦。那么，伊爱提早吼来离开，因为有即个会议啦吼，来跟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结论，张医师。好的，好朋友，咱开始有支持咱。啊嘛，咱个支持个嘉良啊，虽然出来以前吼，嘉良互咱批评，就是讲哦，学者伤过学者，所以未晓甲咱盘烂。我咧讲，这才好，因为那是定咧甲咱盘烂，甲伊走红地铁吧吼，迄是无好个。咱遮着学者会孤僻啦，但是伊个内行都是晓用足侪。你看，遐拢毋捌听过名单，即个小妹个咱根本内底吼，一两下捌听过，初拢总毋捌听过。但是遮人个背景，你甲研究袂歹，所以咱来甲加油，互因遮来替咱做。啊，台中的大建设，多谢大家。是，谢谢咱张启忠张医师。那么呢，哈，那么有时间的时阵，医生也陆陆续续继续来邀请到张启忠医师在直播当中来公告点，谢谢评论，感谢阿姨，谢谢。那么呢，听众朋友继续，那天直播有完医生空中来陪伴的来说，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哟、哦。谢谢张医师。哎，个才调练时间。没，因为我一点，父母他们那个年代也不懂，啊，不懂的时候就可能把它留下来，放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害得我们以后有机会变成那个肝硬化，20年后，然后20年后可能很可能变成肝癌哈。